看姐姐，看姐姐。接下来啊，我们下个礼拜会从台北开始，然后到高雄、花莲，然后陆续的增加那个地方。那我们会带着安娜，然后带着去做一个巡回的募款。那所有募到的款项都会捐给那个动物保，动物保护协会。对，那我们会带着那个云彩气球，那每一场就是50颗，那就是免费让民众索取。那也欢迎民众就是踊跃的乐捐来帮助这些浪浪。